赖院长在担任市长的时候，一直给我们一句话，就是“吃饭放地大”。啊，那这句话，那翻译成国语叫做“民以食为天”呐。啊，就是讲照顾民众，这个让民众有法度温饱，啊，有民众有法度安居乐业，就是一个政府上大的责任。啊，最高的、最重要的一个施政的目标。好，就是吃饭放地大，民以食为天。好，那我想我这边要首先要感谢咱协进会，我们和顺工业区的各位负责人哈，各位咱的当属店，好，咱的厂商的这个有将近600家的厂商，感谢您投资台南，啊，投资台南，在这边创造就业机会。拄则咱董事长讲，咱家已经有17000个工作的这个人员哈，也说创造了17000个家庭，啊，在家谋生，啊，赖以为生哈，在家能够安居乐业，啊，我首先要感谢大家投资台南。好，那么那按咱过去咱呐，东通的台南的商业，大家拢想着讲南科，啊，啊，其实南科也就业人口，也产值虽然高，但是也就业人口才8万人。而且它的就业人口一直是现在还往下降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自动化等等啊，所以现在变700几个啊，接近8万。那单单我们一个和顺工业区的将近变2万啦，17000人啊，所以说其实咱有真多类似和顺工业区的这样的一个，它过去是都市计划工业区，无管理中心啊，没有管理中心，也没有专责的管理单位，伊毋是像咱迄个阿美姐哈。负责的，咱工业经济部工业局规划的，啊，像新营工业区啦，啊，迄个南科，迄个南科工，啊，也是讲安平工业区，有迄个专责的管理单位，啊，也是讲像科学园区安尼，啊，所以咱这款都市计划的工业区，其实更需要政府来照顾，啊，更需要政府来费心，啊，因为过去伊不是专责单位开发出来的。啊，所以在管理上，在基础设施上，往往也比较欠缺啊。啊，这几年要感谢咱议员、议会的支持，所以咱啊，包括咱迄个经发局嘛，足努力哈，争取中央啊，包括咱议会、咱市府的配合款，将近要到8亿哦。咱就专门针对都市计划内底工业区哦，咱这款迄个无管理中心的哈，无专责单位在管理在那个的部分的工业区。内底道路、排水等等，去争取相关的预算。好，啊，有些治水的，刚刚陈理事长感谢哈，因为你对咱的这个鼓励啦，哈，啊，有些治水的部分是为咱起款，也是讲去争取前瞻预算，哈，啊，希望就是你得透过这样的一个改善，让我们的工业区能够大家的厂商在这边能够安心的来投资，安心的来生产。哦，还有嘛，好，咱来这上下班的员工，哦，也能够有一个更舒适、更安全的环境。啊，今天咱和顺工业区可以说是咱这款都市计划工业区的龙头。哦，因为咱有600家，接近600家厂商，1300亿的产值，哦，那17000个员工。哦，所以讲这个所在，也在恭喜咱所以列为最重要优先。啊，包括相关的道路、相关的排水，啊，今天咱这个服务中心，啊，嘛是近乎在议会的支持之下，今天完全起款，啊，这个没有中央补助款，包括道路，包括这个用地，啊，跟咱这个中心的这个建设的经费，啊，咱希望啊，这个中心的落成哈，啊，那可以提供给我们在座的各家厂商更多更优质的服务啊跟机会啊。那么我们也希望啊，透过这个服务中心，好，啊，让大家能够更安心的来投资台南，啊，那创造更多的这个就业的环境跟机会。啊，我嘛有一个期待啦，哈，啊，我认来维护者，啊，但是希望那个秘书长，啊，萧副局长继续努力，哈，啊，希望咱即马服务咱家都市计划工业区，咱差不多有40几个都市计划工业区，哈，啊，那里面都是没有管理中心。啊，能够有协进会的只有少数几个工业区有啊，所以咱希望咱负责服务大家，起码是一个够的经发局啊，将来啊能够很快的能够变成一个科，甚至一个处啊，也使来替咱的一个
都计划工业区的这些厂商哈，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，包括公共设施的改善，包括相关甚至可以提升到像工业区那后埔工业区来的清修，那是科学园区啊，对于厂商的相关的研发啊，相关的税务等等法律的咨询，也都能够有所协助哈。啊，咱希望咱政府甲民间哦，啊，甲咱议会大家共同来努力，让咱的厂商在这边能够更安心，经营得更好。啊，有更多市府也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，哦，让大家业务哦，生意兴隆，业务蒸蒸日上，啊，让各位厂家能够在台南安心的投资赚大钱，啊，也服务更多的市民。那，再次的祝今天的这个服务中心的落成圆满成功，哦，啊，让各位与会的贵宾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啊，赚大钱，啊，谢谢大家。高雄宾馆服务完这秋香。啊，目前咱河村港区吼已经有买甲580间的厂商，17000的员工，吼，去年产值已经达到1350亿，吼，大。当然带动的是咱哦东洋集团伫阮这个河村港区是一个领头羊，所有的商品，吼，啊，伫遮讲熟悉的这个服务中心，为1月7日开始，吼，啊，我嘛代表花莲，啊，几乎是逐天拢来遮关心，逐天来遮。哦，关心这进度，啊嘛，足感谢安尼城邦营造，吼，哦，伊做公主系列，起这栋厝，伊是绝对了钱啦，啊，但是伊嘛是收听啦，真正吼，哦，阮这个服务中心起来，啊，阮这厂商会当使用，吼，哦，啊，真正要感谢人，真正足侪，现场足侪拢是安这厂商，但是为感谢，我是爱借安这厂商，是不是安达安李梦燕市长个爸爸姐，是啊，我特别安尼讲，吼，哦。安和村阿姑，吼，这两冬来，恁公司头前会积水的饮水的，请你举手好无？恁像像恁家平常心讲，等下你54人有咧处理啊，吼，哦，村的拢有，村的拢有，吼，哦，伊这个像像54人，吼，哦，伊阵都823箱饮水，啊，起雾，吼，哦，八月底的。去带警察局、公务局、水利局各单位就去会勘啊，哦，嘛有答应讲要来处理这条水沟啊，所以相信嘛无问题。哦，按前瞻计划，啊嘛去3100万，第一阶段嘛做了啊，第三阶段嘛后礼拜开始搁要动工，改善咱内底有5条点啊加，哦啊，搁有2条水沟拢要改善，哦，所以讲实实的，在做资料已经细个，我知影迄块处理，剩咧应该按数厂商。应该是无饮水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拍车好唔好？真正各位感谢安尼莫燕市长，哦，伊阵咧做水利局表，真正亲身来遮会勘三届，我来拜托，我真正拢有做。所以讲，就是咧，别人遐有饮无饮，我不管。但是安和村家下区每一届风台，吼，哦，还是西北雨、落大雨，讲就是咧，我会出来巡，我拢会出来看，啊，真正有单改善，真正，所以。安这小小我说的，真正爱热烈答安的李莫医师，这真正是好啦。安真正热烈台感谢，真正，这我家己哦，我说，我讲我老无中国答案听，安也无法度啦。哦，啊，这盖头嘛是安的宝哥，宝哥的手，伊做4单，我做8单，哦，拢总有12单。哦，这厂协会12单来替安争取有八万的经费改善，相信大家看会到。安和村家，本来在所有店家家，无人会比我清楚啦。哦，拢总41条道路，安上少改善40条啊。40条伫即10几冬内，绝对拢进步了啊。这是我会当确定的。哦，包括即卖路顶嘛是要讨前瞻计划，拢要改 LED。哦，这拢是真正是警察局来咱斗三工，包括工业局，伊嘛是拢有拨一寡钱来咱补助。哦，所以按这个核心价，我唔敢讲我是第一名，但是按照你会做好，互咱这厂商，哦，只要恁有一通电话入啊，哦，厂协会做会到的，包括市府各部门，绝对拢会全力去咱协助，哦，所以用按上界大的功能来服务更大的厂商，哦，按是咪厂商家己拍一下好啊，好，今仔是咱家己大日子，啊，歹势啊，你个啊用起来哦，歹势伊啊准备了还无够。我是来保险，吼，哦，啊，真正伫遮吼，我嘛真正爱祝安这个吼启用典礼吼圆满成功，啊，祝有所有的中华贵宾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
这么多年的兄弟，有兄弟我的了解你，抬头抬头不容易，磨平了水也和飞机，虽见着眼珠不及这些毫无散的样子，这一回我们还将心留在原地，张开手心要多大的勇气，这一天你们一起争取，很努力是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，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，基本上有三个。